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欢迎回来。黑手党、四海兄弟、Mafia， 哇，很多个名字的这个游戏，都不应该要叫哪一个。上一集呢，我们就是遇到了我们的老婆嘛。为什么我会知道呢？那个是我老婆，因为在游戏选择的页面那边呢，都已经有放她的照片了，所以我知道那个是我未来的老婆。习惯成自然，新的篇章也是1932年。This can't stand. 哇哦，你的脸。发生什么事情？哦，就是我老婆被欺负。你看，教父生气了，欺负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女儿，就是他的干女儿。我也是，因为她是未来老婆啊。我们都是。哎呀，你突然改口，人家都知道你对 Sarah 有意思了。哎，冷静点，我力冷静一点。对呀、啊，连自己人都保护不了，有什么资格保护别人呢？还有什么说服力跟人家收钱呢？哇，打断他们的骨头了！哇哇哇哇哇哇！老大，老大，冷静点！知道他们藏身处吗 ？Chinatown 啊！又是我们三个。又是我们三个。这个大佬是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忙了吗？没错，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地盘是我们的，不要在我们地盘那边撒野。哼，给他们死了。有些人还可能在我们地盘呢。要去检查。你也是，祝你们好运。我要去找那个武器的人先了。OK。他还在骂哎，要不听他讲完先。其实有很多画面我想跳过，可是他有讲到一些内容啊，可能会影响到剧情啊，所以我就没有跳过。你刚才一直讲，讲完了吗？应该讲完了。他是怕。如果他们的势力变大的话，会抢走他的生意，是不是？这个教父，我觉得是。去找这个家伙啦！他要给我什么枪呢？这一次。Here for some heaters, Tom. 没错。你这把量小把啊！你爹爹是个屁咩？ I don't want to pull this and piss in our own street. 脑袋开花。That's all we need.所以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还是你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又是帮，哎呀！ Autographed by Babe Ruth himself, the guy said. I mean, it's horse shit, but they bust heads. Your punks won't have time for questions. 打到他们屁股开花。Thanks, Vinny. 必须的，谢谢你了，兄弟。OK， 出发。哎，可以哦，我可以开这辆车哎。哇！可是有点慢嘞，这辆车很潮啊。那个，这辆是不错啦，可是很慢哦，真的。所以有一种东西呢，就叫好看不好吃。About time. Come on, I'm wet through. Why Biff moved into this dump, I'll never know. Give him a break. He's in love.Got yellow fever that time we boosted the Shanghai skin flicks. Well, I like her anyways. 哇，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姐，中国市场。Biff, you fat bastard, how you doing? 出貌，老千，你争我哋钱，将你身上所有嘅钱摆晒出嚟。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感觉他讲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他讲什么？我们老千。不要理我们这个废柴。哎，所以讲呢，学多一点语言呢是好事情来的。他讲我们老千呢、啊，我会听的，你以为我不会听的？哎呀，真的是、啊、上一集不是有那个什么意大利语啊？我也是上网谷歌，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啊。谷歌他的内容。
所以这边议员就告诉你们要好好学习语言，如果你们不要好好学习语言呢，就来看我的频道，我会教你们。About that dough? Relax, just waiting for my guy to come through. It'll be next week, just sit tight. Wow, 这个是什么？那种古董店啊，那这么多标品。Employee room, 诶，我先看到什么？哦，差一点拿漏，这个很像那种收集的彩蛋啊。碰收集完有时没有什么特别东西。Biff 是谁啊？墨西哥款。You getting suits from Mexico? No, idiot. The suits are boosted from a lot. 我脏货来的。The tailor is from Mexico. 非法的。我听到他讲东西，什么最便宜？再讲一次。I guess I heard nothing.真的很特别啊，这个游戏他们还专门找那种广东话的来配音啊。诶，还有写中文的，这边写什么？欢迎店，真正的中国茶。真正的中国茶到了。我真的好喜欢玩这个游戏，虽然是说这个影片没有什么人看啊。Here's how we do this. I walk in and start beating people. I do the same.不要开枪啊！我还以为这一次会有一种大的枪战还是什么之类的，结果还是不能开枪。气门！又是这个人，上一集我不是打过他吗？哦，来了来了！哎呦，哇，这个玻璃很凶哦，他打人。喂，打他！哎，按 Y， 等一下 ，X 键的按钮我不是很熟。喂，打打，喂，哎呀，哎呀，哇，太暴力了吧！这个游戏真的喷血，谁打我？找掩护？要开枪了啊！现在不开枪不可以啊！你快点啊！没有吃饭是不是？要怎样爬进去啊？可以啊，可以爬进去。喂！哎呦，一直习惯按那个。哎呀，等一下，我一直习惯按那个什么游戏的键呢 ？X 踢门。不要射我！不是啊，人在那边。哎呦，死掉！所以跟你们讲呢，游戏呢，你不能跳着去玩了。你玩这一款游戏，你就顺着去玩了。我就是前几天一直在玩那个 Hitman 啊，所以那个按钮呢？就选择跑去按那个里面的按钮。搞定了，搞定了，跑跑跑跑跑跑跑！我来了，干掉他们！哪里？里面啊？他叫我走里面呢。哇哇哇！你在燃烧啊，孩子！跑跑跑跑跑跑跑！哎呦！啊！这这这这这这！我要补血，我要补血，我补血，我补血，补血 ！OK OK， 有子弹吗？子弹呢？只有补血没有子弹吗？来，装弹先，装弹先，装弹先。踢门。OK， 藏。来呀、啊，来来来，拿 X， 丢火瓶过去给他。人呢？这边有人吗？
过来，我听到他喊了，接过。哎呀，这射，蹲，追上比利啊！比利在哪里？啊，不能爬，踢。Johnny, get down！有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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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追车！呜、哦，抢他的车，抢他的车！哇，又要开车了，追逐战又来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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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阿嘞阿嘞阿嘞！哎，他们不动了哎，装车了啊，他们自己装车。哎呀，这样笨呐、啊！我都已经驾到很慢了咯。怎样？ Don't wanna pop, 快朝他开枪！要杀掉他？啊？要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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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看他样子，他只是个孩子啊！他只是孩子啊！他只是孩……哎 ！Christ, Tom， 你怎么能为这些畜生的报警？ Like、没错，你身为黑手党。你就必须要狠心一点。哎呀，好，灭子弹。我这个玻璃真的是黑手党的料哦。不过反正这家伙也搞定了，还没有死啊，是不是这个人？最后不懂啊，可能最后他报仇也说不定。又抽烟，不要抽烟啊！嗯。哎呦，不要丢我啦！他这个动画做得很难看的。Remember what those guys wanted to do to Sarah？ 对呀、啊，你不可以忘记啊，他们对 Sarah 做过什么事情啊 ？Yeah。哎，我还只是个新手啊， hey， 还没习惯呢。Let's get out of here before the bulls show up, huh？ OK， 走吧。哎，要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很难的，要第一次杀人，圣人与罪人。哇，赌博 ！Simple straight。哇，他这个牌好像石头一样，好像砖块一样硬硬啊！输了，哎，十赌九输啊，孩子！我给你机会翻本。You want in, boss？ 要加入吗 ？We have business to discuss, Polly。来，正经事。We're in it now, boys。不要玩了。One of our associates at the coroner's office sent this over. Corpse's name. 哎。这个不是那天我们杀的那个吗？ Sure. That's one of the punks we ran out of the neighborhood. 什么事情？ Now we got the bullet in the back of his head. 哎，玻璃射了吗？ Captain. Well, the cops ought to thank us. We did him a favor. The guy was a rapist, boss. Yeah. Well, he was also a city councilor's son. You want to drive a politician into Morella's arms?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kill him. 真客的家人啊！ Christ. 你看， you left another guy in the wreck. Yeah, but.He was dead when we got there. You gonna tell me he was the president's nephew or something? Two in the head, Pauly. If you're gonna do a job, do it right. He made it? Yes. 他没死啊！你看我都讲了啦。哎呀。Did he point a finger at either of you? I don't know. Maybe. 你看。Okay. 开枪。Look. 他不开枪，其实没有事情了的。Two birds with one blast. Galati's funeral's today at St. Michael's. Sam.You're going to attend. Sit in the back and try to spot the lucky bastard. How will I recognize him? He'll be the one who just crawled away from a car wreck. His arm is broken. Look for a sling. 手断了的。Sam's going to need a little distraction if he's going to clean up your mess. He's sending Tommy to dip his wick? It's a brothel? A gentleman's club, just down the street from St. Michael's. Madonna's invested a lot of money in it over the years. So, Sam...他们也是。The owner has suddenly decided to do business with Morello instead of us. 哎呀。You want me to go remind him of his obligations? Yes. 把俱乐部炸掉！哇哦。What? Morello wants to take businesses away from us. He'll inherit craters. 哇，他的意思就是讲啊，与其你要抢走呢，还不如我直接把这个生意毁掉他。Through the front door, but you can walk right in. Okay.要怎么处理 ？What about the manager? Take care of him wherever you find him. If any of the horse see it, well, it'll be a warning. Once he's out of the way, head to his office on the top floor. Grab any documents and money you find there, and place the explosives. 放炸弹。Vincenzo will see that you have what you need. 可以带走的文件那些全部。When you think the blast will be big enough to give me cover? Yeah.
But be smart. Only take a shot if you know you won't get made. Tommy, 逼不得已之下, one more thing. One of the girls is passing Morello information about our operations. Before you blow the place, you'll need to take care of her too. 哇, 我的行动还蛮麻烦的。 Want Tommy to kill a twist? 我要做的东西还蛮多的。 It's just bad luck this falls to Tom. But we gotta protect the family. Her name is Michelle. Michelle. She's usually working one of the upper rooms. Her photo is in the folder. You boys clear on everything? 总觉得好多事情要做，要杀掉一个女生。 Tom. I got it, boss. And get it done. 哎，很难抉择。 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前面一开始有讲的时候，他不是约了一个警察出来吗？他想要金盆洗手啊。哎，每次做这些打打杀杀的东西啊，你也是会很厌倦的，或者是你根本不想去做的事情啊。但是逼不得已去做，很像那个玻璃也是杀掉了那个人呢。没错，拿子弹先，然后拿那个炸弹。 Don't go anyplace yet. Gotta hear me out on this. Okay, 你讲吧. Michelle, right. 不用杀她，只要她消失就可以. Just make her disappear. Huh? You know her? Yeah. Oh. I've been with her a few times. She's a good. 她的老顾客来的. Just maybe not so bright. She doesn't deserve to get plugged just because she likes listening to me. 看，她心太软了，不舍得杀她。 She understands what'll happen otherwise. Yeah, she'll leave. 她会离开。 Give it to her. 给她钱呢。 Make sure she gets far away. Okay, sir. 这样子留活口好吗？ Let's go. 这样子我不会被老大怎样吗？老大叫我杀人呢，你叫我留人。 Your head when you get into the hotel. Find your mark and don't act suspicious. The manager thinks he's untouchable. You'll probably walk right up to him. Anything else I should know? Nah. Just don't take all day. Bloody died young, so there can't be much to say about him. When the bomb goes off, I'll do my thing. Got it. 这个 Sam 还蛮不错的，他教我要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When you screw up, you get sent to a cat house. Well, I have to clean up your mess at a funeral. You see the justice in that? I see a job I gotta do. Such a professional. 对啊，都不管我的事啊！明明是伯利，伯利弄出来的，哎，要我去帮他擦屁股。 I'll give the family your condolences. Good luck. You too. 哎，我要自己去杀人了吗？好担心啊！这一次行动只有我一个人而已。他叫我不要鬼鬼祟祟的。Hey, handsome. 要跟他讲话吗？ Here for a girl, drinks, or a mix of the two? A girl. 哦，也是要找经理。With your manager too. A girl, I can help you with. Come through. Find a girl you like, and you can both get better acquainted upstairs. 他带我去找小姐。 So get a drink, relax, and relax. Good afternoon, sir. 可是给我酒的吧。OK. I need to speak to Michelle. The only girls available are the girls you can see. Find one you like and don't make a fuss. 他叫我不要，哎。 We can just talk if you. What's a handsome man? 还是他会给我一些情报，也说不定呢。 Looking for a girl named Michelle. She's busy upstairs. 在楼上。 I'm free. We need to talk to the manager. Yeah, head straight through to the lounge. You're with our new business partners, I assume. 他也是在楼上啊，那个 manager. Know a girl named Michelle. And the only girls I know are the ones behind you, sir. Michelle, the only ones available. Okay, 明白。这个红色的会杀人的吧？这边有个补药的，这个又是谁 ？You must be the manager. Don Salieri sends his regards. 喂，这么开枪！ 为什么开枪？我只是要好好的讲话而已。我以为要做什么，他就突然开枪 ，What the fuck？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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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这个是 Michelle 是不是？
Hello, are you Michelle? 我可以推他的。这边没有补血的吗？这件服。哎呦，哇哦哇哦哇哦，这个身材，哦呦，冷静点。你什么事情？Sam 这个名字太大众化。Maybe you got him talking about our business from time to time, and maybe Don Morello offered you some money. 要吓人家啦！哎呦，这么凶。But Don's losing a lot of money because someone can't keep their mouth shut. I was just bumping guns with some of Morello's girls. I didn't mean nothing by it. 你聊天就聊啦，聊到这种事情上面。哎呦。I know. 吓晕他。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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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要让人家哭嘛，你怕了吗？哇，他的妆，哇，他的妆，听到没有？你要忘记这种感觉啊！你忘记的话，下一次子弹就进你的脑袋了，听到没有？哎呦，他的妆，朋克风吗？他的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吓人家了，给人家钱，快点滚吧你！要去，快点穿上衣服走了，我要放炸弹了。不要哭了，孩子，哭哭哭！ Thank you. 谢谢你，不要再大嘴巴，永远不要回来，听到没有？永远啊！哎，穿得你这么性感。OK， 我要去放炸弹了，亲爱的。哦，其实他也是对那个 Michelle 不好的。哎呀，就可能我给他钱，过一个好的生活，或者是好事情也说不定呢，是不是？我又来！还不死！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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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这么多人，开巴地咩？你们以为真的是？哇，穿得你这么性感呐、啊！为什么不要好好穿衣？穿得你这么性感，你看他。穿着一个麦音通就跑出来，反应这么迟钝，还要学人家做杀手，哼，真的是丢脸丢到家。来，听到声音，哇，这个桌子会脆的，你买吗？哇，他哪么歪色？怪不得这样强啦。那个好像是 M34、欸、他拿那个。OK， 那怎么带走钱和文件 ？OK， 这个什么文件？亲爱的柯里蒂先生，这个是那个经理吧？家里有急事，必须要马上处理。你看他要给我钱，然后跟我取消那个合约啊，生意往来的原本。你看他拿完钱，然后这里还有个东西，这个是什么鬼？他那边跟我离开，就跟我分，这边就跟人家合作。这个人呢，真的是。不过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叫我们自己先动手害人家家人先。这个 X 什么？我装炸弹。哎，我跑出去又有枪战了吗？要打了吗？嗯、啊，可不可以一个过场结束啊？还是这边直接跳下去？警察来了，惨了！我要走后门了，我要杀警察了吗？你看，来了，警察来了，怎么办？哇，他的眼镜好漂亮啊！这个画到，这个动画弄得很漂亮，快点跑下去。没有办法啊，腿断也只有这条路了。哎，走吧，没有变了，你要做 Assassin's Creed 的。哎呀，这么近，怕个屁咩？还要求老天保佑。哎呦，我还好有那个爆炸帮他一马，把他弹出去。他爆炸这么小的威力吗？我还以为整栋楼都可以炸掉啊。看来是我想太多。爬出去，要走另外一条路出去。我要往上跑吗？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好像是要往上跑。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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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要跑多上啊！我要跑多上，没有路，没有路，没有路，上去上去。照理来讲，应该是跑这边才对呀，怎么没有路啊？然后这边下去 ，OK，
然后，好，跑跑跑跑跑跑跑，这边爬上去，怎样爬上去？哦，这边这边这边，快点，我要快点了，我要快点了。这边有个补血，补血补血先，补血先。OK， 好。哎呦，他看到我 ！What the Jesus Christ！Oh my god， 我要讲跑，这么多警察我要怎么跑？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射我，不要射我，不要射我，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虽然是我杀的那个人，不过我真的是无辜的。哎呀，我要怎样跑出去？第一次玩怎么认识路？哎呀，这边有个门，没有看到。哎呀，真的是啊，不一定要。不一定要去杀掉那个警察的，可以潜行了。那个警察这么笨啊，这么为什么你这么笨啊？哎呀，真的是明明在转个角就可以杀掉我。哎，安息吧孩子，谁叫你这么笨，叫你不要做警察不会听，有黑帮不好做吗？OK， 我可以出去了。要拿起这个楼梯。哇哇，冇跌落去啊！跌落去唔死都残废啊！同你讲啊，好快点，快啦！这样怕做什么？哎呦，男子汉大丈夫，没有什么好怕的啦。OK， 哇，这个什么鬼的？我要下去是不是？哦，我要爬上去啊，不是爬下去啊。从教堂这边跑离开啊！我要去找 Sam， 是不是现在 ？OK， 他追丢了，大家他追丢了，很好，我安心了。哇，转到我好晕啊！转到我好晕啊！How far we've fallen, we can find redemption in death. Now, William, he was a sinner, yes, but he was also A loving son, a protective. 果然是讲耶稣，广东话的公野兽，就是很多话讲，指一个人他很多话讲，所以我们叫公野兽。And now I believe one of Billy's closest and dearest friends woul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Thank you, Father. 哦，就是这个啊！你看我的讲台没杀死他的啦。I just wanted to pay my respects, Billy.我在这边开枪吗？ I never said this, but I consider you my brother. 这样的射不死他。I can't even count all the times you saved my ass from a beating. So I don't know how I'm good. Wait, that's the guy. That's the guy who killed Billy. 哦，又有枪仗的吗？啊，累买吗？这么多人。这边这么多人，先杀掉这个人。哦，有一个人在楼上，我没有看到。不要讲杀他，哇，他拿着那枪，那把枪好料哦，他那把瞄的，哎哎，死掉没有？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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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休息一下先。我没有血啊，那怎样出去呢？要跑上去啊，买马。This is the way this city works. 你现在才求饶？哎呦，他又跑下去了。What the fuck？ 出来啦！哎呀，你有看不到你咩？真的是。What have you done？ 在教堂杀人。Murder in the house of God！ 你看那个教父，那个牧师不是教父，神父不是教父。这些人全部都是坏人来的，没错，我也是。And God would have embraced them if they'd asked for forgiveness。寻求原谅，上帝会原谅他们的。Might have sought redemption by working with the poor。Which one might have saved just one life? None of us, Father. 哎，你不是死了吗 ？You bastard!
我刚刚不开枪杀死你好了吗 ？No more bloodshed, please. No more blood. I'm sorry, Father. Consider this an act of divine retribution. 哇，你来的刚刚好啊，很帅！刚刚那个出场，有点像《上海滩》。噔噔噔噔噔噔，扯平了吗 ？Sure. 对，目前是。No. 神父，你走吧，我给你钱，离开这里吧。I don't want your blood money. 他不要我的浪，我的肮脏钱。Not a lot of difference from where I'm standing. There should be enough dough to patch up the bullet holes. 让你守口如瓶。你会讲，你会静静不出声吗？警察来的时候呢？啊，就讲不是我们做的，知道没有？Must have been from out of town, right? I won't lie. 我不说假话。不过他什么都不会告诉警方。最好是，如果真的，哼。It'd be a shame if we had to come back here. 就给你死。好了，我们现在要出去了。哇，这个死的他这么好看呢、啊。OK， 好了。我又要开车了吗？我又要做司机了吗？哇，一出去就沟里了，你们看到没有？哇，跑哦，他跑哦，他跑哦，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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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不能直接跑啦！你看要没有命了啊？哎呀，还是避不免啦，要枪战了这边。OK， 上车，快点。Sam 上车了没有 ？Sam， 阿 Sam 啊！哎呀，他不要上车就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啦！等，又要等，他自己不要上车 ，What the fuck？ 他自己不要上车，管我差事咩？哎呦，原本你看计划好好的，他不要上车。OK， 跑跑跑跑跑跑跑，上车上车上车，好了，不要玩了 ，Sam 上车。快点，开车，好了。哎呦，这边我重复玩了好多遍了，真的是。冲啊！哎呀，这个我玩超久的，哎，气到我要死，我都不能重玩几多次了，超级累的，这样子重玩。回去酒吧。回去找大佬了。Thanks again, Sam, for helping me out back there. I thought my time was up. It's not anything you wouldn't do for me. I know. 哎呀，都不管我的事情，明明就是那个玻璃弄出来的。It's something. 哎。Don't need to tell me about that.Just don't think about. 别再想了。Best lesson I could ever teach you. 什么都不要想。Don't think about anything. 没错啊，我觉得如果我杀掉那个 Michelle 的话呢，可能我的噩梦会更多。篇章完成，圣人与罪人差距，这个又是什么东西？1938年呢？哎，又过了几年了。Jesus Christ, Tommy, you're confessing to a shootout in a church. 枪战的事情，坦白讲，还没讲到最紧张的部分呢。那现在可以逮捕你，来吧。If you think you can make any of it stick, but then you'd never know about Mola. 你就想知道莫雷洛的东西了。Hey, fellas,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My shift just started. What you having? 2 lunch specials, please, and more coffee. 哇，还要继续听啊他。Let's bring the whole pot. 哇，给我们一瓶。All right, we've come this far together. What kind of heat did you get from the church? 哎，有什么压力讲吧。Nothing really came. 一点压力都没有。Always figured Salieri paid off someone somewhere. 哇，连报纸都没有登啊，这样夸张。只是避风头就可以了。We just had to lay low for 哇，警察还时不时出现在酒吧那边呢。The cops kept showing up at the bar just to remind us they were watching. And Frank caught wind that Morello was helping Galati get reelected, hoping he'd go after the Don.又出现一个新的名字，哎呀，好多人啊！这个游戏。
While we were busy keeping our heads down, he started moving in on our rackets. Quiet at first, a few trucks go missing. Top burner has one too many highballs, drives off a bridge. One of our regular pickups suddenly closes the shop. You didn't catch on. 不见啊, I think maybe Polly smelled something. But even with the cops looking over our shoulders and Morello circling, we were still making good money. And with the Dom worried about keeping the heat off, we didn't have much to do. Except drink. A few laughs. Every time I went into Salieri's, there was Sarah. 很顺利的一年. Frank 又是谁? It was a good year. Until Frank. Coletti, Don's consigliere. Yeah, that's right. He set me straight. He set us all. 看清事实，什么事实？ 哦，这个Frank啊，哇，他那个车的油漆一直不灵不灵的。 哇，他的皮肤的那个皱纹那些， wow. Sure. Little mutt when I was a kid. When I was 8 or 9, before I came over from the Sicily. Sicily猎犬. Skinny Cerneco dell'Etna. Like a little greyhound. Fastest dog you've ever seen. That's how I met the Don. We started setting up races together. Betting on her with coins and rifle shells. There wasn't another dog that could catch her. 这个 Frank 是要跟我讲，在教父的身边不安全，是不是？他是在暗示我。 大发雷霆。 But I never saw the Don so angry. She got old on you? No. 怀孕了。 Pregnant. She went into heat, got out of the yard, and every dog in town had a turn. You're like that dog, Tommy. Every time you flash your money around, you're a bitch. Everyone in that club is now looking to fuck you. And once you get fucked, you're no good. 教父不是讲不能骂这句话吗？ 你还骂？ Do you understand? 明白吗你？ You made your point. 所以是他点清了我。 Because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your career. 要考虑你的事业。 保利脾气火爆，打架的时候需要他，不过他头脑不够灵光，没办法管事。Sam很忠心，不过有远见，你不同，就讲我比较优秀的意思啦。You could run this town someday. 哇，我可以主宰这个城市，就讲我可以做老大的意思。嗯，OK，不错不错。 I appreciate that, Frank. 谢谢你。哇，称赞到我这么好，后来那只狗怎样了？ What happened to the dog? 死掉了吗？你看，看来这个Frank也是有故事的男人呢。诶，这个时候他跟Sarah是在一起了吗？嗯，相见之旅，1933年。 Back then, everything went through Frank. 哇，那个Frank很可怜呢，二十四小时做工，不分日月的接电话。Ah, Tommy. Frank says to wait for him in the garage out in the back. 啊，Frank叫我去后面车库找他。 Thanks, Luigi. Sarah's cooking. She's bringing something over. 我应该是跟Sarah在一起了，这个时候。 She's a good girl. I'll see you tomorrow, Luigi. 你不是应该叫他爸爸了吗？ 哎呀，要改名字啦，孩子。这边又写什么东西 ？Luigi Sarah 把书借给马奇，他会把书放回来的。嗯，Frank， 你在吗 ？Frank， 我感觉 Frank 之后应该会被教父杀死，我感觉啦。剧情都是这样子跑的，不是吗？哇，这个音乐。哎，你的烟才刚点一下。 The Don and I had to go over last month's numbers again. Sure. 哎，有什么事情？ I want you to help Sam and Polly with the shipping we've got coming in tonight. Good stuff. Straight from Canada.
Where do you need me? Sam's gone to meet our friends from the north at the farm outside of town. 陪他一起去啊, Tony will oversee the trucks bringing the shipment into the city, but 又是枪战了咯，又是要打来打去了咯，你看他的样子。 Okay. Get the car from Ralphie and meet Paulie at the warehouse. He's got heaters in case you run into any trouble. 要手枪, sure, Frank. 又要拿枪, good. 你看，一定是有枪战的。 Bring the Canadian home safe, Tommy. 油箱是销户的，做记号。 OK, 明白。要把货拿回来了。现在我们要去找人拿枪了。哇，睡觉啊，睡到你这样爽。 哎，兄弟！哎呀，每次出问题都是你在的，<笑>会不会你又害死我啊？刚弄干。OK， 可以，不好意思，走吧。牛粪和 whisky 有没有什么？ Yeah, 最好是有这么顺利。我要去拍拖啊！我要去约会啦！闭嘴，开开玩笑。 我也想安定下来了，组织一个好家庭啊！我回家只有沙发等着我。I wonder what kind of story she could tell about her old man, though. Luigi was a stone cold killer back in the day. 哈？Luigi？ I wouldn't know. 难道他以前杀的都是蘑菇吗 ？Since she was a kid, I bet she's seen and heard a few things. 你说 Sarah 吗？有可能呢，有可能真的他比我们比我还更了解。对呀、啊，他不会问了，他不会讲东西的。不要杀我老婆！当然，我当然是会娶她。嘿呀，我这么高富帅，对不对 ？Damn it! Sam should be waiting here, but I don't see him. 啊？ Something smells off. 难道 Sam 出了什么事情吗 ？Pecker get all shriveled up. Probably just trying to get out of the rain or into the bootleg. Sam 这种东西不能这样子啊 ，Sam， 哇，你这么大声，不怕引到敌人出来吗？有可能出来是敌人呢。He ain't coming. Okay. 他没过来。 Let's go find him. 小心一点哦。 That bastard is just three sheets, and I'm wrecking a new suit for nothing. 你只在乎你的衣服吗？ I'm gonna kill him. Here, just in case Frank was right. Wow, shotgun. I'm gonna go grab them boys, get them sorted out. You go ahead, see what's what. We'll catch up. 哇，要我走先啊！你厉害哟，要我开路线了。这么厉害呀你？你看他叫我走先，好啊，好吧。 Sam， 这边写什么？报告，经济衰退，失业率为25%，稳定银行啊，什么东西的？哇，这边黄色的区域，知道什么事情了咯？你看这边黄色的区域，有个问号哎。黄色的区域就是未知的区域，是不是？ 哇，我要蹲下来慢慢跑哦。这辆车是不是？是啊，这辆车一定有问题啊。我好像知道什么东西啊。喂，起来哟！喂，死掉了 ！Oh my god！我就知道。来硬了。哦呦，哦呦，哦呦。 哎，又要开枪了，活该了，力气。还好这个 shotgun 呢，射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呢。跑前来，跑前来，等他们，给他们射先，给他们射先。太远了啦 ，shotgun 怎样射？
哎呦，这个箱子还不死，还不死！你落，你落，你落！哇，这个箱子直接吹掉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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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个 ，OK。我要命啊！我要命命啊！补血的在哪里啊？在卡车前面是不是 ？OK， 不用紧，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哇，这把好料哦！你这把这么好料 ？OK， 死完了。我要找补血，我找补血。呀 X。哦，又人来呀、啊！吓死我！我还有什么事情？你去哪里？找不到他。只有他而已。Sam 跑掉了，加拿大人。其他人被干掉了。Oh my god， 怎么办？我们要做什么？警察来的，是不是？谁报警？ They're cops, Tommy. 然后？ Well, how would I know? They didn't show a badge.Didn't say anything. 所以我杀了警察。They must be in Morello's pocket. So my 啊，连这门生意都不让我们做。He can't even let us. 你看，哇，那个莫雷洛真的是要断掉我们所有的后路啊！什么生意都不给我们做。哎，我们去找 Sam 了，快点了。哇，你看他连衣服都有雨水哦，这个游戏细致到。Oh my god！杀到警察了啊 ，Sam 啊，你在哪里啊 ，Sam？ 哎，我的血自动补回去啊，我不用开车吗？不用开车。OK， 我们要直接走了。这边黄色的这个区域，你走先啦、啊，你这么勇敢，是不是？你是大佬啊你，走哎。你看他不走了 ，Sam， 哇，这边有血，这边有血哦，里面有东西啊，哇，死了这么多人，我看到了咯，这边呢？我以为先进来先，先进来先，这边有什么东西？哦，那个加拿大人。护照啊，他的护照死掉了啊！这些人全部被杀死了，我全部死到完了。Oh my god！ 可怜的家伙。哎，这边还有东西可以点，拿到火瓶。李洛贤，李洛贤，我感觉有事情要发生了。每栋建筑都要说，哎呦，我那个雷！多个门，里面有一个补命。哇，这边感觉要打架，有个补命哎，这个谁来的？这个谁来的？我要杀掉他嘛！走啦，怕！哎，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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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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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收藏，这边呢？这个什么？乔治，根据可靠的行为，是啊，有人有弄通风报信啊，真的是。补命先，这边又有个补命，哇，几百个补命啊！有人在里面是不是？你这么紧张干嘛？进啦！有人没？有啊有啊，看到看到看到。我看到了，这个是那个加拿大人是不是？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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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还没有死，死不去，你看他死不去，有什么话要讲吗？哼，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哎，这边还有个东西。哎呦，来呀来呀来了！哦 ，Sam 在上面。哎呦 ，Sam 受伤了。Oh my god! Sam! 啊 Sam!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K, 搞定 Sam!
阿 Sam 啊，你还没有唱歌给我听啊，阿 Sam。哇，这个 Kelly 飞的脸做到好什么？好轻松啊！格杀勿论，没错，有看到别人来就杀掉他们了。Sam， 阿 Sam 来唱《半干八两》给我听。阿 Sam， 哇，你这么怕玻璃？哇，那个衣服肮脏到，哎呦，哎呦，一个无名的。Oh my god, oh my god， 你怎样了，孩子？你那把枪给我啦！哎呦，你都开不到枪了。哎呀，哎呦，你要死啊！不要，兄弟，你不能死，兄弟。不会的，你不会死的。可以走吗？不能，你背他啦，伯利，你这样大只。我去开卡车，然后我们去看医生。橙子，孩子，不能死，你是我们兄弟。我会回来。Oh my god， 你要丢我一个人在这边，有没有搞错？不要啊！哎呦，这么每次都是他受伤的。你看上次去收保护费也是他被抓。应该讲那个 Sam 他很倒霉还是什么吗？你不会有事的，没错。更糟糕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会活下来的，孩子。当然，没错，没错。哎呦，擦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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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他那把啦，傻佬！哎呦，真的是。哇，这么多，这么多！拿他那把啦，他那把嘞！哎呦，这边还给你火瓶哦，看到没有？哦呦，快点，快点拿他吧，拿他那把，拿他那把，交换，交换。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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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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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人呢？这边。啊 ！OK，OK，OK。外面还有个。哇，这把好料哦，这把真的是爽啊，这把。Sam 也死了，你看他，他讲你死就算了，你为什么要拖累我 ？Oh my god， 你还可以吗？你没事吧？卡车在哪里？要来了，要来了！惨了，警察来了！怎样？我要怎样？Oh my god! Oh my god! 警察来了！我要杀警察吗？Oh my god! 我没命了！我没命了！他们会从大门进来吧？OK， 没有了。哎呀，好累啊！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英雄！好慢啊，他。没有什么贡献了，快点快点快点！你看死完了，剩下我跟 Sam 那边屠杀。Sam 要死了咯，快点咯，救他出去啊！放亮点，唉，又是我来挡。Oh my god， 要做什么东西？他在看了吗？难道他要设什么陷阱吗？还是他看敌人而已？快点咯！快点把 Sam 扶下来，快点，上去上去 ，Oh my god， 快点，扶他上去，快点，难道又是我开车？好像是我开车，好像还有敌人呢、啊。他觉得，来呀、啊、来来来来来了，那个什么车？哇，那个追兵来了，追兵来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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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快点！哦，哇，这个坦克车来的吧？这个，哇，我要开枪了！我开枪啊！哇，爽啊！我来开枪了 ！Oh my god， 我这个射枪技术，不懂要重玩九次了啊！要给他们越过我们前面就可以了。OK， 可以，我试下，我尝试吧，我尽量。Oh my god， 完蛋了！快点！装弹，装弹，装弹！快点，要来了！装弹，快点 ！No， 这两，我要射这两，前面这两。
电包了你。哇、哦、OK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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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还有两还有两，太厚了。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么英勇啊。哇，这个真的有点像 GTA 的其中一关了。 GTA 有一关是这样子的，就是追兵来啊，你要想办法射掉那个车。我没有火瓶吗？用火瓶直接丢过去他的窗口给他死啊。又来了一辆又来了一辆， Oh my god, oh my god。 哇，这个还会射人呢。谁呀你嘞，谁呀谁呀，什么快点，踩到底啊，太肥了跑不动。 Oh my god。 还没有啦，还有很多啊，还有两辆。我觉得另外一辆等一下会绕一个圆圈就跑回来。我的天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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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你们。 Oh my god Oh my god。 OK OK,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后面又来了，后面又来了。 Oh my god, 哇太刺激了这个游戏。不是有火，不是有那种油桶吗？路边为什么我不要射油桶呢？为什么我这么白痴呢？ Oh my god, 装弹箱装弹箱，那俩跑去隔壁了。 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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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谁呀雷雷，谁呀，又来了又来又来了，快中弹，来了来了。哎呀 OK, 撞他撞他 NO NO 玻璃吓到他。哦不可以不可以，殿下散了。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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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退后退后，散了退不到。 Sam, you OK? 还可以吗 Sam? Sam 就要死了。 Oh my god, 来了，什么来了。哇哦，太刺激了这个游戏，惨啊！现在我们要原地驻防了，驻防我们的堡垒。你看那个警察，射他！警察下来，警察下来。不要闪啊！你们闪个闪个屁咩？闪个屁咩你？哎呦，这个一直在旁边。没有，不要再闪了啦！你看他们一直跑来跑去，我很难瞄啊。呜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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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哦呦 ，Sam! Sam 越来越惨了。OK, 可以跑了，可以跑了。快点驾车跑起来！我也是车手。我们就来给你搞死了啊兄弟，车手又来了。 Oh my god, 你看我的脚啊，这两怎样打整个坦克，哇真的是坦克。 Oh shit, 破盖了，力气力气破盖了，等他射完先，等他射完先。哎，射轮胎射轮胎射轮胎，叉车毁了。怎样打哦，这个射枪射那么厉害，瞄他的头，瞄他的头，我的车要爆了，射射射射射射 ，OK,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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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原来是射他的枪啊，他还有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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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死了咯，你还没有死，是我先死先啊 ，OK OK,喂。不要这个时候卡机哦！有什么？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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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哎呀，丢不中！哎呀，很难！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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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哎呀，丢歪了！随便啦，反正无限的不是 ？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就简单多了，丢瓶，甩掉他们了。你专心开车啦，你看东看西，哇、哦，超刺激啊！终于，哎，我们要回去了吗？哎呦，这个要死了，快点找医生救他 ！Sam, 你不能死啊，你还要唱歌给我们听啊！我去叫医生起来。
我要扶他下车，快点 ，Sam， 不要死，不要睡，一把烧给他死。你不能死啊！你欠我很多次了，兄弟，你几时要还呢？还钱给我吧！哎呦，快点，开门，医生啊，到底谁了？直接撞爆他的门啊！ Pauly,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 so late? 他不敢讲。保持操心啊！我们出了一点意外，我们有人受伤。快点！哇，医生真惨啊，真是要 on call 24小时啊！你把卡车开回去，然后休息。OK，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哎，他不要跑！你看那个汤米不要跑。医生已经玩得不开心了。对，医生不要我们给他压力，快点回去吧 ，Tommy。医生不需要你的压力。OK， 你看他头发乱到，哇，细节连头发都会乱了。Hey， 你要讲吗？ You did good tonight。 哎，当然啦，你以为我是谁？当然是做得不好，不错啊，不是不好。惨了，不懂大佬会讲什么东西啊！我们把这单的生意毁掉。阿米，哦，我的摩托车还在哦，他有留着我的摩托车。哈？还要我骑回去啊？累买了吗？真的要我骑回去啊？哇，那个游戏。然后我去 Sarah 的家。我认得这个地方，我认得这里。老婆，我回来了，老婆，一起住了吗？现在哇，这么烂了、啊，原来这个地方。老婆，等下会不会吓死他？为什么你搞成这个样子？哇，他的手很漂亮哦，谁知道？晚餐都冷掉，哎，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他应该会感到惊讶。你怎么了？怎么了，亲爱的？ Work. 有工作。是啊，我不是故意的。哎，你想到你跟我这个男人，就，哎，很难讲啊，一言难尽啊。我也不想的，我也想陪你的，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哎呀，这个不是月经来的啦，你不用担心。哇，你的血，你的手有血，你要再摸我。哎，我也想过安稳日子，可是我已经踏了这条路。Marry me. 嫁给我吧，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哎，真好，床都准备好，你们看到吗？又是床，这一集又是床结尾。OK， 今天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啊！哇，这个枪战弄得我好累啊，这一集好刺激啊！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把广告看完。你以为我要讲订阅嘞？嘿嘿嘿嘿。